跟我讲，你就氧气热量气压先给我射上来，射上来再说，把这个瓶颈过去，就开始射。从现在为止，就起码射100发，好吧，射100发，材料我全有， okay, 就这样了啊。OK。啊，这个矿机我来分配。现在那个叫啥来着？两个电路板在哪里啊？家里说有两个电路板在哪里？在哪？我不知道。啊！这个射电路板放在火箭发射机里边。这是我捡回来的。啊，那我来吧。原本那个无人机哪？也在火箭箱子里。两个超级合金，三个钴。两个超级合金，三个钴。这是制作。然后呢，建造一个或多个无人机站，制作一架或多架无人机。确定需要自动运送的物品，打开含有该物品栏的任意物品栏，点击物品栏旁边的齿轮图标，选择要供应给物流系统的物品，或者向物流系统提出某些需品的要求。无人机将会将供应的物品运输到这些物品有需求的物品栏。如果断电，无人机无法工作。我没听懂，怎么操作法？再说一遍，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先建基站，反正别的先不说，先建基站，就这么回事。我建了，建完了也建。我这样是放到这物品栏，打开还有该物品栏的该物品的任意物品栏，点齿轮图标。哦，那你无人机站是不是建一个就够了？建一个作为就是中心。然后家里的箱子设置一个需求，然后自动就会运回来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我懂了，我先试一下啊。比如说超级合金，我设置需求。超级合金。我现在需要超级合金，不需要超级合金棒了呀，你得把合金棒。啊 ，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放心，没问题。这个是供应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供应跟这个供应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个按钮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按钮，我这里点个需求，然后拆掉，然后开始传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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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跑到这儿。你在家里注意看一下那个，有，看一下门外的那个无人机站，待会无人机会不会飞出来啊？你不需要做任何操作，你就看一眼就行。门外无人机站的，你放哪儿？就大门口。大门口啊，兄弟。军几个核电旁边，找到没有？还没找到啊！找到了。我以为这是那个载货火箭。不对呀，这就是那个载货火箭。你人呢？来传送点，家里的传送点。在哪啊？来家里的传送点。看我，你哪？哦，在这儿啊！准备啊！你放无人机了吗？里面有啊，物品栏里有啊。我准备设置了啊。啊。哎，这里上面已经有了，已经有标记了，好像。已经开始运了，应该。你那边有飞机飞出来吗？这边物品栏空了，反正。那飞机就飞出去了。应该是飞出去，物品栏是空的。那这个需要点吗？好像不用点这个供应啊。他会从哪边拿呢？有选择从哪里取吗？对啊，就每个箱子，我现在在这个合金矿这里选择啊。哦。我在合金矿这里选择啊，看到没？哎，这旁边哦，这个是显示的，这个是这个矿的屏。
要看有没有飞机飞回来。我这显示有两个这个合金矿，显示是有下面有无人机的图标。我这显示有两个供应超级供应物品。那下面这两个供应的按钮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没懂啊。这个按钮是什么意思呢？然后会闪来闪去。这个是正常的。这是什么多选啊？没有啊，这个还闪，这个好像有 bug 啊，感觉还有 bug， 这 UI 还有 bug。一个是指原运送原定，一个是箱子里的物品全部供应，就点这个是全部供应。哦，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拖上去，只要箱子里所有东西都往里面拖，全部供应。我这显示供应物品怎么变成所有了？哪里显示？就是这个面板，无人机的面板，它刚刚实现。我在调呢，我在调呢。嗯，我在调。上边是单种，下边是箱子里所有物品供应。那这个无人机站其实就是一个无人机的容量，你现在两个无人机肯定效率很低，就相当于它是只能一格一格搬，一个无人机一次搬一格，知道吧？你看到无人机在飞了吗？我没看到。那我看箱子里增加超级合金了吗？好像也没有。那你看你不是你要看家里的超级合金的箱子，我已经设定完了。没。你等一等，待会看。是不是被你自动搓成合金棒了？没设定。合金棒不用它吧。待会等等，待会等等，有可能它飞得比较慢，有点远。哎，两个无人机回来了，我看到了，它穿墙进来，它穿墙进来了，看到没？进来了，我看到。放进去了吗？放了两块，真是一块一块的。Okay, okay. 不是，它是什么？它就根据距离来的。这俩无人机就这么飞，在路上飞。不是，制作一个人叫什么材料？电路板，发动回旋发动机体，这好像亏了呀，怎么感觉？要不你就把，你还有电路板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掏了两个，不是，就掏了那个，就制作一个无人机平台，送给你一个一级无人机。不是送的吧？那不是我原来我放在地下一个无人机的，我放在空气中。不是。就还有两个电路板，要把这两个电路板也做了，反正这玩意儿好像不能销毁，做了就不能销毁了。那你就做呗。再做两个无人机。但问题现在电路板也不能合成啊。我知道，我就问你要不要做呀。现在这个关键啊。电路板家里石英旁边有很多啊，他们说。家里石英旁边。石英。有个电路板。哇，这么多啊！里面墙是，对，我啊。那做，哎呦，你做吧。关键你火箭发动机够不？够的，我那一箱子呢，你忘了？没问题的了。你做几个吧？你告诉我你要做几个？一个无人机。无人机，你给它最好铺满呀。无人机怎么用的？这无人机？无人机是这样，听我讲，就是说左边有个打开无人机站这个屏幕，打开，对吧？你可以把无人机放在这个里面。然后放进去之后，它无人机总共可以放就是说可以放这么多。然后是这样的，粽子，你过来。你比如说你家里啊，比如说啊家里，你过来。找到这个铀矿的箱子，比如说这个是铀，对吧？你看这个是铀，你把铀的这个箱子点开，现在多了一个小齿轮，看到没有？小齿轮图标，哎，点一下，然后有个需求，需求这里呢，这个箱子是要把它送进来的，这是终点箱，你就点一下这个需求下面这个向下箭头的这个图标，点一下，然后选择铀矿。然后它就是需求铀矿，然后呢，你再传送到铀矿的钻机那一边，铀矿的钻机，然后在那边点供应，点供应。就比如说你打开这个箱子，三级矿箱，然后这里也有个齿轮，然后供应不要点下面那一个三个箭头那个，点那个上向上箭头单个的，然后你再选铀就可以了。然后它无人机如果数量够，它就会自动往这里搬铀过去。懂吧？自动来搬的，哎，自动来搬的呀。但是呢，它一次只能搬一个，就一个无人机一次只能搬一格，就一个铀矿，而且还要看距离。无人机是要多少才要做的？一个电路板加上一个火箭发动机加上一个铁。对，火箭发动机就是一个一磅，两个铀。火箭发动机还可以，这个倒不缺。电路板稀缺，对，火箭发动机倒是够用。主要问题是这个无人机不能拆，你做的时候不能后悔。无人机能拆吧？这回收机能拆的呀。
为什么不能拆？你把它放出来之后就拆不了了，你在身上能拆，你放出来之后就收不完了。放出来之后，你把无人机站拆掉就行了呀。你忘了我原来一开始放无人机飘在空气中。那个他们说是 bug， 不像拆掉吧？就是你是最早是无人机，这无人机照道理是你无人机站造出来之后才能造这个无人机，之前是 bug。那我觉得就设置两个右框吧，因为数量也不多，太多了无人机估计搬不过来啊，对吧？也搬不过来。或者你想一想，哎，要不设置那个一框，就设个稍微近一点，这样它折返会快一点。右框是有点远，所以它飞得很慢。你就框我刚设置核心站，你就搬你的核心站，比较近。就核心站了。远了它飞得太慢了。对，反正我们传送远的我们只能传送去好了呀。对于传送来说，远近无所谓。我砸了好多右框的家门口。对，这是我召唤的，召唤的。有空的话捡一捡。孤矿没有了呀，你看哪里有孤矿的话，拿回来。孤矿空。孤矿空啊。因为被发射火箭射完了。你现在就需要孤，那我安排一台三级那个去挖孤不就行了？等等，我给了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挖孤就好了，给你八个无人机，你还要吗？八个无人机还要吗？八无人机你直接放在。无人机站平台的左边屏幕的这个物品栏里就可以了。我还要不要造了？不要造，我先停了。就先八个吧，先留一点吧，先看看效果吧，好吧？先看看效果。你现在，你听我讲，你发火箭造火箭发动机，主要就是火箭发动机是吧？对对对。就需要孤老，现在差的就是孤老、啊。需要孤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搞一台那个三级的，我去挖孤去，好吧？孤和超级合金。哎，亚哥。啊。这水底有个隐藏的能拆除的。主动里面有五个石英，真的、啊？那你多找找的，多找找呀。你可以把它们当传送阵先用上，传送阵可以拆，不喜欢用的把它拆掉。五个石英直接造一台核聚变发电机来，不是吗？是的，是的。谢谢奶豆爸咪送的多个热水，你直接造这个核聚变发电机了呀，能满足你一切需求。上二棒一棒。缺什么？缺电吗？应该还是缺电，因为你后面现在三级采矿就受限于电的问题。缺电，三级采矿机都铺上。就是受限于那个问题。哇！你是想拿这五个加上你手上的一个，然后再去赌一波了？那你去赌吧，你赌吧。不算没的呀，不算没的呀，就这五个呀。那就这五个，那你去赌一波呀？那你不是有那就一个电池能塞的？这不是要九个吗？没有，他有一个电池能开的呀，他就没说了吗？不是，他把那个电池给我了。那你开一个赌好了。开一个去赌好了，有没有？三级矿机我看一下，三个钛，就孤是吧？它还有隐藏的，就孤。OK， 这游戏蛮细的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很细。它隐藏的三体能拆的。那孤的话，我说句实话，就摆家门口就行了。是不啦？就摆家门口就行了。对。你这样要不你先帮我搬一波右矿回来吧，我要右矿，不要我把那个棒停了，要右矿现在。家门口。右矿我已经搬了一波了。OK OK， 你来家门口要，家门口好多六个。他、哎、不是家里不是有那个什么？你孤矿这个需要的比例大概是多少？三个孤矿一发火箭，需要三十个吧，大概。设十八，先设十八。哎，那里不是有那个能源会生隐性吗？不能提升那个发电机的性能吗？他已经放了呀。还有两个呀。还有两个啊，有啊。没有，不知道啊，在哪儿？隐形。拿了的。给你。反正我看到的我都放进去了呀。我放了，我不止少放了六个了。就是飞枪里面装的呀，飞枪里面。那你先放隐形，有那个很关键，肯定要先用掉。你放在哪个盒子里吧？告诉我在哪个。我在传送门那里，传送门那里。你就去传送门家里传送门，哎。三级的孤放完了，放了三台。两个是能源，一个是生产效率倍增，生产效率倍增目前没有能源这个可以，能源这个发电量就提升了。那你去。粽子那个发电厂现在你搬到哪了？就是我那个核聚变发电厂，就门口这里啊，发射台这里呗，就在发射台这里吗？我还没动啊，我还没搬。啊，这边也没搬是 OK， 对，还没搬。
OK，有这两个，那现在的铀是矿四又百来百分之了，四百五。铀矿又来了，你先无人机放进去了是吧？放进去了，已经是10个了，应该10个在搬。需求物品，供应物品。你可以去升级，你可以去升级了，雅哥。升级什么？现在余23000的电，你可以直去升接级余两3000万的三电。的电啊，因为多了啊？那两你个看，电，这因为你已经确实不缺呀、啊。150了，那行你已了，经那我就直接不开，太猛了。那我就开铺了，好开吧？升，开升，开升。嗯，我直接开铺了。我就猛猛发射火箭。对，你就射火箭。哎，他说有时候三放火箭也四会有那个石英石碎片掉落的。会吗？行驶会掉？那牛逼嘞！所以说你到时候你看一下吧。二三四六。行，我先把身上的火箭都撤掉就行。一矿你没设置那个是吧？没有传送没点。设置，无人传送点被拆了，因为材料不够。一矿已经变成三级了吗？三级了。三级了。我们现在有10个1级无人机正在搬货。我觉得右我们就手动搬，因为很远。你说呢？不是亚哥，你秀的那个超级合金是哪两个？你秀的是那个矿机还是？不是，就矿机那边这个制造中心我已经不管了，先，我已经不管了，那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因为三级矿机出来之后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问你是矿机的箱子还是你上面单独的箱子矿机的箱子啊？OK，矿机的箱子。哦，矿机箱子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你要把上面的高级作战给它关掉。对，我就是问你这个问题。对，有这个问题。那这样我设置上面的吧，上。现在关键你超级合金要棒还是要矿？要矿，要矿。要还是矿吧，就是你棒回来之后嘛，对吧？用着用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把外面都捡回来了，然后这边已经放不下。你什么都放不下，铀吗？铀矿，嗯。OK。就直接送棒嘛。给我吧，我身上，我身上。不是，我先塞到一旁边了，外面还有，我再捡。铀矿别全啊！你先用了吧，现在不确定，先用用也行。他这要做火箭无人机，每个火箭无人需要两个铀矿，实际上不是特别大，两个铀矿不是铀矿。哎呦，谁撞这么？先把这个外都摆面地上下。有很多。摆下来之后，我先背包先清。不行，这里没弄。开始弄啦！五赢了吗，老大？开了四个，可以赚一个，赚了一个了，那可以啊，老大，血赚一个。老大现在是赌狗玩法了，已经是。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随机还是固定的？随机的，随机的呀，肯定是随机的呀，就是看你箱子里开出来开什么东西。我现在开的不是完全随机的。什么电量吗？不是那个钱。钱啊，对呀，那钱你可以看看啊，你插个线忙，要么你看看买什么可以消费的，可以买点蓝图就可以先花。我们得设定一个矿区，兄弟们，对吧？几个基本矿都六个啦，六个啦，啊，赚大，赌赢三个了，啊，明白了。放在铝矿那吧，那个位置其实还不错，就都换成三级就行了。你挖这里就行了。机器是放在家门口吗？就家门口，你直接拿就可以了。看到直接拿，但效率也不是特别高，没有你想象那么快。没事没事，够了。其他东西也，我现在发现为什么一直在这个掉隐形了，因为我就算连续发射很多个，它也会把那10个慢慢的掉完，掉很久。可以买一个二级的无人机啊，满足。二级的无人机可以买吗？多少钱？12000。但问题是，你要知道它需要什么材料来造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。万一是很贵的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？你可是。当然，那有一个3×3的居住舱是10000。你想买居住舱可以买蓝图。现在产能上，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是卡。
反正那个引擎目前好像不是特别缺。那我觉得居住上也没有太必要了，没太必要，要不就要不读个，要不买点那种就是加速加倍的那些东西，那个2500多。你看着弄吧，看你们现在最缺什么就买。又有一个能延飞行引擎。OK OK。我扔到那个传送门这里吧。OK， 我去捡一下。我先把虫子放一放，虫子放哪？让它。楼上的那个箱子，但是有点满了。你把普通的又先拿出去，放些好。二楼。哦，我在二楼。肥料、藻类、蘑菇、幼虫。嗯。蜘蛛。两个鹅，一个芯片针。最多你帮我拿两个鹅和搓一个芯片指南针吧。好，哎，我有个叫重要物品的火箭，我把这个发射了吧，看看地图上会不会显示什么有用的信息。它是重要物品。有两个鹅，一个指南针，芯片。两个火药，一个铀棒，三个黑曜石。两个火药，一个铀棒，三个黑曜石。两个火药，一个铀棒，三个黑曜石。黑曜石。做出来了吗？没有了，等一下。他们一块搓什么东西啊？他们就是发射火箭的，用来发射火箭。那我直接给你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给我就行了。啊，我扔。在传送阵里，你扔哪了？哦。啊，你扔吧，扔吧，我在你面前扔。嗯。无敌无敌，这个能源倍增引擎可以叠加的，可以多造几个，他们都会受到加成。那个感觉现在电量多了呀，对啊，那个电感觉太屌了呀，这样。现在32000了又，老道又给了一个引擎，一个引擎老道又赌过了，150。不，他之前捡了一个，不知道在哪捡。150等于我们那个核聚变直接翻一倍，等于7个核聚变。就上一次开那个呀，他那里面开的基本都是有那个能源倍增的。老道基本都会有。新的了吗？有吗？赌啊！你去赌新的了吗？没有啊，没赌啊。悄悄把你搬起来。不，就剩一个了，要三个。要9个石英石。行，这个先放回去。你可以把你身上石英石先建成传送阵用，不用就再拆掉。你现在能凑够9个吗？你现在有几个？家里刚好9个。
刚好九个，那要不躲了吧？这九个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你就冲出去造了，假装没有这种东西。我一用无人机运了啊，因为一那里没有传送点，好吧？优先没传送点。你别老，算了，老大就去开门吧。没必要了，那传送点你那边三级派完也免维护了，无所谓的。26000播种火箭、植物火箭。大哥，你去看看那个火箭面吧。我现在不确定是继续发我们发的多的这个火箭，还是因为大多的火箭不接受蓝图了，然后那些植物火箭接受蓝图，但是他们技术就比较低，因为种的植物并不多。还有昆虫火箭。现在问题是你植物需求的材料跟其他也不一样啊，植物要什么？是，但是可以搓，就是不一样，但是我可以搓。那个就是一些什么生物质什么的，我们都是可以搓的。这些东西我们有，那也可以做出来。但我感觉你发其他的，就光光涨这个倍数也是一样的呀。其实一样的，加的总量不是一样的吗？那个类地改造指数是所有加起来的吗？对吧？对，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个计算，就纯加法吗？不知道。不能偏科呀。应该就是纯加呀。都可以，你看吧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三个映射就完了，这里空中的给它切一下，这里往后挪一挪吧。哎，你们看地图，地图现在显示矿的位置了。很早以前就显示了。很早以前显示了吗？对。那我这个重要信息火箭显示了什么重要信息？你没看到吗？啊？有硅矿的？以前显示矿位置吗？我以前看到没有。显示的，显示的，就会有一个圈。你现在显示名字不？它就会有一个圈。不显示，就是显示矿图标。对啊，以前有。那没什么新东西吧，好像。是有人在帮我收菇吗？还是这个菇产的就这么慢啊？应该就是有点慢，兄弟。我过了这么半天，我不知道他是放在菇的矿场上，跟放在随便什么地方采菇效率是不是有差别？你一直盯着，你一直在射，一直要反复这样弄，你肯定觉得慢呀，兄弟。一直在逃，你肯定是慢啊。我中间还是说点别的东西。你现在很简单，如果你菇还缺，我把那一排全部给你改成菇，可以不？你改吧，你直接把家里箱子塞满，实在不行把家里箱子塞满。哎，我帮你全部改成菇。一的话，我看你量不太多了，所以我一那边也给你弄了，已经，好吧，已经给你弄了。OK。铀目前是够的，然后外面其实还掉了很多铀和铀，我在捡。我在捡。好，那我这边全部都改成那个了啊。OK， 就把顾家里的20箱顾箱子拉满。你知道是哪一排吗？我不知道哪一排。就在你那个最高级发电机的旁边，啊，最高级那个叫啥来着？加热器的旁边。OK。来看一眼就知道。反正电量还有盈余，鹅棒有很多，你还可以再搓点那个东西。现在电量是够用。超级合金。现在超级合金的产量有一点卡脖子了，要不然？怎么卡脖子了？你要不拿几台去超级合金这么多棒子你还不够啊？哦，那只能分解棒子够了，分解棒子够了。这么多棒子你还觉得不够啊？这一个相当于九个，你要是全是矿的话，得他妈好几箱子，四五箱子呢得，还不够啊？分解，根本这血，这个就是这那个就血汗活，我都被你讲的我都一文不值，说就这么点儿。全变成棒子了呀，没办法，全变成棒子了。居然说就这么点儿一个。搓的毛棒多。哎，还没去干吧。捡外面的矿吧。没事干了，你可以再种点树，种点三级的树。你没事干，种点三级的树。现在植物那个其实很低。那你做吧，我还捡矿去。好，那我回去种树。这有你懂吗？
你如果超级合金棒一个个去再分解回来，是不是比较慢啊？对啊，我就在一个个分解回来，那没办法。那家里我建议超级合金的箱子啊，包括一矿这种高级矿藏，要不两个箱子吧，要不两个呗，两个呗，改两个箱子吧。电路板还两个箱子，还有吗？没电路板了好像。有很多电路板。咱不行改两个箱子吧，因为它这个变成棒之后，然后塞回来比较麻烦，它要再重新再解。解原矿是可能是方便一点，主要是。那弄原矿一个箱子，然后棒一个箱子呗。对对对，就这意思。原矿一个箱子，棒一个箱子，我建议就所有全部都原矿，需要棒就直接搓，不需要就直接原矿。矿太多了，否则原矿这一个箱子塞满也是非常快的一件事情，很快很快。现在棒子都很多呀，你再给它没地方放，你要全放原矿。那行吧，看吧，不然都可以就加一个箱子。你这矿太多了。现在什么矿太富裕了？合金这里怎么会没有？这里有用，这里是有用的，这里是在采的，那边没用，这个地方是绝对有用的。我需要一太富裕了，又有可能富裕，应该不应该富裕？超级合金，被搓成一半了，被箱子。一二三，这边对我在搓火箭发动机，就是要给搓成一半，拿火箭发动机。一二三，一还行啊，一不富裕啊，一我看就那么一点儿。一不富裕了，我再给你加一点，好吧？你在外面没？对，他在猛搓，他在猛搓。对，我知道呀，我知道在等，我是老道不说太多了吗？二三。对。外面你没捡，太不太好了，兄弟。啊，那个是发射火箭掉的呀，那肯定捡不完，因为我一直在发射，它永远捡不完的。哟，我要把你其中一个矿机改成钛了，钛家里不够了。OK OK， 你还有新的引擎吗，老大？捡到新的引擎了吗？没有的呀，没开呀。对，房子里的没有，房子里没有三级的，放在那无所谓的。树木播种机是种一个树就要弄一个机器吗？要弄一个种子，种的时候要弄一个种子。所以它比较麻烦，播种机不用弄是吧？或者你看看植物那些户外花圃，或者有没有更高级的植物的，你研究就也行，都行，都可以。就是植物现在目前和昆虫长得都很慢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长得慢，我没研究，大家都挺慢。你没孵化呀，分东呀，六十岁都没孵化，放在那。那我没时间搞呀。我弄弄，我研究研究。这是弄氧气指数最高的那个。对，百分比最高的最划算。哦。不是，它不单氧气，它有昆虫指数和植物指数，它们是不一样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哪个东西、啊？这个卧槽，没有吧？你说哪个机器啊？有昆虫和植物，昆虫和植物，蜂巢啊，什么那个致死剂啊。跟那个东西不用看这么多呀，你机器里面它放进去是树苗，只有氧气啊，树苗是只有氧气的。不是，我说那个昆虫管，我就是加点昆虫的这个生长，昆虫高才可以接受动物呀，昆虫现在一直接受不了动物，太低了。家里没有树皮。昆虫管在哪？树皮在二楼。昆虫管。树皮是没人掏。蝴蝶管，就那个蝴蝶管。那我去看看。树皮，我觉得要放无人机啊。哎，树皮可以，树皮那个。树皮一直老是没人掏，我来设置一下，设置一个优先级。现在只有家里只有五个了，现在。它本来就很少，因为它一次性只产俩。优先级应该是零比一高，对吧？这样子来的。超级合金一级。不要全部设置，就全部设置一吧，就这样。然后回家。昆虫管在哪里？回家之后，在楼顶那两个圆形的是有一个是昆虫管，树皮箱。最高怎么上去的呀？这个东西？我不知道，这要问粽子。我怎么上去？上喷了？就是去这个昆虫管里边，就是还有卧室。是三楼，你就走上面那个去吗？去修树皮，进不去。楼两边那个上面开了个门，可以上的，我这就上来了。这个显示，供应，
供应树皮。OK。看到了。然后这里先下去。出去之后改一下，把那一矿的改成一，把合金改成二，因为合金那里可以直接搬，供应直接点全部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其实都一样，你这个单点和它只会唯一只生成这个，实际上是一样。和小妹，你直接吃小龙虾，这么牛逼的？秀东，你先不用研究那个了，你先种树吧。现在植物2.913.25可以解锁那个蝴蝶繁育器，那个应该是比那个生态馆更好繁育昆虫的一个东西啊。蝴蝶繁育器。那我怎么？我不知道啊，现在真的很忙，什么事情都要做。我被困死。非常忙，忙得要命。顺便把藻类给你捡了呗，我在捡那个藻类。忙得要命，真的忙得要命，一点点都空不下来。没有就捡完了。这个星星上隐藏了十把钥匙。建设需要我。看一下无人机平台。这里没意义了，挂完了。没事，亚哥弄了个一矿再踩，应该算。再，我还在加速。树皮一，超级合金，没错，供应物品。你里面总共放了几个无人机啊？十个。家里应该还有一点电路板，老道剑，你要想造可以再造。四个无人机在供应，一个六个无人机在需求。造什么？可以，就是压的。如果需要一台无人机，你看他要不要的？你还要吗，亚哥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差不多了，其他的都可以手办。我现在还要干嘛来着？我要把一给破建，把一给破建。一棒已经没了。没了呀，多了没了呀。我红发火箭，每个火箭一个一棒。你现在又是多的吗？又太多了，又是多的，又是多的。那我把右这个就挪一挪啊，挪吧挪吧。我有一点这种电网抢修工人的感觉，跑都跑西的，这挪那挪这儿的，都有这种感觉。我捡都捡不过来呀，啊！忙死了，都忙死了，都是。我一直搁这太忙了，兄弟。我跟你说，至少还有十发火箭的矿没落下来呢，因为这个矿是一发一发的落的。我不是你火箭点的太快，会不会它就不计算了？有可能，你要不稳一点。不会不会，那个有个面板、啊，都是心血，发射都是在面板上可以看到的，都是心血呢。这肯定计算下来，它不至于这个。我去右矿。现在，热量43发，磁场保护36发，就是吸压36发，其他两个每个18，8克100发火箭。又说明什么？你刚刚计算就没计算对，其实消耗的是一比较大，并不是铀。我没说又比较大呀，我说都比较大呀，都用完了。你说要有棒呀，只要有棒没事的。一有很多没事。不是右棒是因为之前要建核发电，不是要建核发电所以右棒，后来不建了所以不用了呀。他瞬间没用了。我去分解两个超级核心棒。哦，我还忘记箱子。哎，这边我还没捡完呢。右矿我只能暂时先扔在这个旁边，你箱子还满的。
用你身上有没有超就是合金的超级合金的原矿？有，在那个分解机上有，就捡就行了。分解机上。我把分解机搬过来吧。行。肥料都是描述品，怎么描述品？怎么描述品？这火箭怎么在满天乱飞啊？砸到山上，砸到湖里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不影响，不影响。需要传送点，可以再建几个，家里还是有材料的，就是到时候这个时间不够再把它拆掉就可以了，它是可以循环利用的。能给甲王冠设置一个自动取啊，这个东西也没有人，也比较难拿，不够，完全不够，这么多、啊、无人机不够，这样弄不够，没法搞，算了，手动去拿了吧，就在家里的树皮，因为上去太麻烦，收集的东西，你楼上的植物我还有空帮你收一下，咱们有太多要收集的东西，太夸张了，这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啊？我是不知道。一个人就累死累活呀，就人闷在里面啊。累死也忙不过来呀，我感觉。人闷在里面呀、啊，就。你想植物、海藻、水、甲烷、矿，然后还有搓东西、合成东西，这哪忙得过来？无人机不行，无人机你十个的无人机来回搬速率太慢，还不如人搬，只能一给无人机大概弄一弄，但无人机这边就一这边还是要就定时过来搬一下，效率肯定跟不上来的，十台都在满打满算运行，看一下就知道了，你看十台三台全都在用，你们是不是在点错了，为什么供应物品在供应箱子里的这么东西啊？哦，不是，他就应该是点了全部就会这样，是不是啊？对，点了全部他就会加上。那还不如单个单个点。那就是点错了。不是点错了，全部，因为你一矿的箱子点全部也是这样的。哦。因为我把植物放楼上了。一来了。OK。但。我想那个箱子里只会出现一。下面有树皮的箱子吗？树皮是一个都没有的。没有，没有。真没有了，也有自动化，但它的自动化没有幸福工厂来的那么早期，幸福工厂是上来就能搞自动化，只不过比较初级而已，这个是你自动化是要到蛮后期的，一开始都是纯手动，就纯纯是手动，这单独点吧，就那个播种机就放那个种苗是吧，放那个种苗啊，有啊，树木播种机是吧，放树的那个种苗，对，你要在那个基因合成器里边合成树的种苗才可以，用花的种苗去合成器，对，每种一个树你就要合一个种苗、哦、看到了，还有你有空你还是看看那个交易火箭吧，我觉得可以考虑要不要买个那个二级播种机，虽然我们不知道材料是什么，但说不定很屌的，交流看很多，他们说二级图纸需要的东西是火箭发动机、电路板、超级合金火药，目前都有，那不买吧？那可以啊，
可以。图纸多少钱？一万多，咱们一共就一万多，反正买完就没钱了。买完就没钱。你那个交易平台放哪儿了？后面，对，后门，后门，后门。那个发电站旁边。我看到了。这个是谁建的树啊？粽子建的，三级树木。我建的。你这个尽量放在远一点，它这个会生成很多树，会卡模型。你放的叫就尽量远。我再取下来去了。嗯，你就尽量做最最高级的树苗，如果没有的话就往下做，好吧？啊，就行了。那树苗要配种，要配种。大哥，你一矿那边现在几个那个挖矿机？六台。我已经把右的全搬过去了。OK。那我就直接买个二级无人机啦，一万四这样一万二，老刀同意吗？这些钱都是老刀掏来的。你买了买了。买了。买了买了。发射。哎，我应该顺带买一些衣服的。兄弟不是知道吗？不会。完了又砸在门口了，这大陨石又卡住了。拆一下，你把传送器拆了，换个位置。我觉得你这个传送器还放在家里比较好，有没有道理？可以，你就放家里好。放家里比较好，这样砸不到，至少砸不到。这样我要干嘛来着？把上面的这儿的这个清一下，这里肯定满了。哦，没满。那个我帮你清过了，这个我帮你清过。那个 DNA 操纵可以在挂机不管它了吧？这儿有没有？这个。DNA 操作 DNA 操作你就放着就行了，他自己会做的、啊、点一下研究他自己就做了。哎，那个粽子粽子粽子啊，你 DNA 操作是不是已经弄了？取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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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你这个放的不是佩拉斯种苗吗？啊，佩拉斯种苗它出来是什么东西？哦、放错了。你这个放的只有120，我给你个最屌的。不是，来我给你个卧槽，来，你拿这个卧槽放进去是400，放在里面就400。哎，卧槽最屌，卧槽。卧槽，从地下捡的，我靠，最闲的500，我操！你看左边这个基因，就 DNA 配方，它生成的树苗不是500，对，它是500，它跟突变源跟树皮合在一起之后就变成400了，好吧？这是最屌，卧槽是最屌的，啊，好吧，到时候你这个合成完，然后放在树里面就行了。卧槽最屌。这为什么写这是卧口呢？啊，我瞎说的，我就说他卧槽呀，就是简称卧槽。完了，我刚刚要干嘛？无人机，他来了没有？掉了好多肉啊，肉我先不捡了吧，肉现在偏多的，有一嘛就捡一捡。没了就可以先不用捡。嗯，那我再去那边搬一些衣矿，看这个衣矿搬的效率怎么样？可能现在好像效率不太高，我感觉效率不太高，要不就是采矿效率不太高。已经六台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那再造一台，我们鹅棒家里多的是呀，鹅棒现在贼多。不是你现在，你现在造三级本身还要一棒呀。哦。你没一棒，然后你还要再造这个一棒，是不是？那也可以造，我觉得。不是，现在一棒这里是7台，是7台了已经。我给你手都搬一点吧。是无人机效率有点低。已经是7台了，嗯，会再搬一点，但是也止不住你好，你就连着不停的射，射完一发又一发，那肯定是不够呀，兄弟。那你说不够这里啊？你就在家里那个自动这个合成，叭叭叭几个一干，然后你到时候咣一搓一放就完事了，是不是吧？你把传送放哪了？什么盒子放哪了？传送阵。什么传送阵？传送阵我没拆，我没拆，别人拆的，我没拆。那。你在种树是不是？家里后面，家门口后面，门口后面。你在种树是不是？我有一个三级种树的啊！我在种树，我要改一改吧。那个播种机，我有那个播种机材料，我没拿过去。没什么地方呀，我被砸死了。等会儿，确实没什么地方，好像很。放下来，我人回不去了。放里面放什么地方呀？根本确实放里面，他妈逼把整个路都占掉了。啊！我就没办、啊。你转向呢？转向方便吗？我觉得就直接这个吧，直接就。你把那花盆拆了呀。
就放在仓库上不算了，花粉没用了啊。啊，你能放后门里？那花粉装饰呀，花粉纯装饰。等会我包找不到了，我被砸死了。妈要渴死了不？那陨石什么时候能消呀？分辨石英石还有用吗？有的有的，电传送阵，电传送阵。你要找到哪里去了？现在一矿啊，不是，现在很多矿没有传送阵。就理想状态下应该是每个矿拍一个。那个火箭回来没有？我瞧一眼。粽子，你在哪边？粽子找你。在后门，后门。还没呢，312秒，还没回。是要的，我先上个二。这个家里的传送器放到了这个箱子那里啊，我就知道箱子那。嗯？外面这个像打仗一样，倒像没听过。什么的呀？在这放进去，在这。在这边。包围着。管不多了。那我现在能干？你挖钛是要干嘛来着，亚哥？你把它挖钛是要干嘛？钛是因为造三级采矿机要三个钛。哦，家里钛不多了，箱子基本快满了，我没怎么拿，干不下。又射了，刚以为要消停一会儿，又射了。合金看能不能去搬一点合金。啊！这么慢，你还没解锁那个蝴蝶吗？我刚看都快了，看看。3.25马上，现在3.23马上。解锁蝴蝶就狂种昆虫，然后就可以解锁五级加热机。火箭的话，现在是63个热量火箭了，36个气压，11个植物，5个氧气。现在树皮有盈余了吗？不，准确的说，树皮的箱子在哪？好的，二楼生物实验室。树皮种苗肥料，你如果这火箭要树皮的话，你肯定是射不过来的。不，我就射5吧，给他把那个植物稍微拉高一点，植物线太低了。可以，那先拉嘛。现在刚刚是5吧，现在是5吧，就翻一倍嘛。家里的超级合金的第二个箱子造出来了吗？造出来，这个超级合金旁边。哦，这个超级合金旁边。很不错。5个树苗，5个肥料，你们谁有空可以研究一下那个蝴蝶繁育器啊？那个是最新的那个虫子。OK。5个肥料，2、3、4，哎，已经拿到这个二级突变原子。肥料5个，1、2、3、4，大多数5个火箭发射器，你一二还差。3、4、5，7台一都跟不上你的消耗速度。现在被什么卡脖子了？怎么卡？其实我跟你讲，速度已经快很多了，现在已经知道多少了吗？107了都，175就能解锁石英啊。亚哥，右矿能搬点回来吗？右矿没了吗？没了，需要的不多，搬个10到20。右矿江湖狗，右矿江湖狗全是，不是你右矿这两个箱子里不是全是棒子吗？我懒得没时间去分解，我得发火箭，我再发5火回去捡点矿回来，我门口捡一捡算了。你不用捡，我这里有，可以带回来。OK。
管你做你的火箭就行了，做你的火箭吧。哇，这火箭发射器下至少有五十个诱惑。我要保存一下，我怕待会儿他妈掉落的东西太多，待会儿又崩掉了。现在又我只放了一台啊，没办法。好吧，又我只放了一台，主要你一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。够了够了，一台就够，一台就够。它需要量不是那么大，只是刚刚被卡住了。好了，我都给你搬回来。来造点火箭吧，你就说大概造哪几个方面的，先把植物的先射完。植物已经射完了，你就我觉得就继续拉一种呗。只拉一种啊？我是这样想的，把热量拉高之后，我们下一阶那个是解锁五级热量机，五级热量机之后这个技术上去了，应该瞬间这个速度就上去了。五级热量机需要植物去解锁，所以让他们种树。中树把那武力量就给拉上去，完了我要死，没事。你看看吧，你去看看火箭面板，你看看那个增长面板，你考虑一下该上哪个火箭。看看我们现在是109，175解锁脉冲石英，好像也快。真的快了呀，速度比之前快太多了，你感觉一下你就知道。要快太多了。而且无人机他们说好了，我来看看。哎，确实好了，是不是已经解了？我去那个台子上看一下。没有啊，没有R9无人机啊。是要从火箭里面拿出来吗？要拿出来，有蓝图应该是个、哦。然后再去研究是吧？对对对。那你这个东西要是掉了呢？白买了呀，没了。就一万二丢了、啊。应该是吧？那你让这个引擎买回来，那种倍速的，如果丢了，那不就丢了吗？蛮多的，好像可以卖一卖，快买一个大箱子，一级的箱子。可以。什么箱子？我来卖。就是原来的那个箱子。快装吧。我掏走。其实我没多少钱，你卖整整一仓也就一两百吧。下了。卖吧。没就卖啊，也没什么其他东西要买的，现在没钱，卖，植物钱全部投进去保了，你说呢？一会儿可以买点引擎啊，我研究一下，其实引擎还挺关键的，我看看，热量现在是，弄不算了，亚哥一会儿有钱就买热量引擎，你看够不够2500，有就买个热量引擎，热量引擎，对，因为我们现在拉两千五有的，回来就。你要说有5000就买两个，这个都是能叠加的，买多少个都能叠加。那个倍增机器可以多建几个，它都有效。现在是什么矿不够了？一矿不够。一晃，我估计是无人机搬的慢。我现在再去搬一回，然后回来我只能先弄无人机了。
吧？嗯 ，OK。这也就那边这点产量了，你现在在那边继续拍，也没什么意义，我说实话。因为其实还好，每个箱子里就富裕大概两三个。无人机还在出力的，富裕两三个，那下面还可以了。那你把二级一升，估计都不会富裕。缺什么？缺一。这些没用，缺这些矿，你在外面采也采不到了，关键是。现在基本上没有野生一了。在旁边那个箱子里 啊，你可以踩啊，可以踩，那就踩一点，看看能不能手动踩一点，能踩一点是一点。我发那个不是有吗？看看恶矿的，是很大，你把火箭九个一，恶战也只有一台。黑曜石我，黑曜石是二级采矿机是吧？行吧。黑曜石二级，三级是钛。什么三级二钛？掏点，再掏点黄金。甲王冠还挺多的呀，粽子之前做什么甲王冠不够用？但是去翻之前的那个箱子，之前那箱子被我掏空了。这一跟他妈吃一样。你现在菇够吗？菇还行，勉强平衡。勉强。但现在一停了，它就多了，一停了它就多了，刚刚是勉强平衡。我觉得我可以搬两台过去。生产菇的。啊，搬两条菇的给一。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矿机三级矿机都给你搞一了，都搬吧搬，你再造两台新的也行啊。不是要一磅呀？我知道，你先拿，我给你暂停一下，你拿两个一磅去生产。没什么意义啊，真没什么意义。没什么意义，我觉得没什么意义。过来，你这个一，你要铺几台？你要铺二十台啊？你反正用不上的这个自然制矿机，之后可以铺到别的矿去，哪个矿放个两。我的妈！那你先给我留一库，那个一磅，你给我留一磅，你先给我一磅就行。一个一磅就是一台，你这样想，能不能给我就六根一磅？能不能？现在能不能给出来？要一矿，我去传送过去搬点一矿。你别搬一矿，我刚刚去过，你别传送来。啊。一矿哪里能有？哪里有传送？都是我一趟趟拿回来的，兄弟。你就是像吃一样，刮一下吃掉，刮一下又吃掉。我跟你说，你去拍个传送点呀，你给一放拍一个，一会儿不行。不要，不用拍，我搬过去就没多少。你现在全部存扔火箭了，已经。啊，已经全射完了都，不但存扔火箭，全射完了。已经射掉了，已经。已经射掉了呀。你他妈动作这么凶猛吗，兄弟？你猛猛射呀，这有什么好犹豫的？那你再去一矿那里再搬吧，就在家门口那个洞里面，你知道吧？你去搬，去搬。我叫你去搬，你去搬，你先去搬。反正只要能拿到五级加热机，然后加上我们刚射这么多火箭，加上再买一个那个加热核心，这个热量会哐哐猛猛涨。但是，这个感觉解锁五级加热机稍微有点困难。现在3.61，它需要8.3，还是有点慢。哦，亚哥。老道说有一个提高生产效率的那个能源那个引擎，你把这个拿过去。你早说呀！它只提升0.25，其实也不是特别。你现在赶紧去掏一，你别左右乱晃，你掏了没有？给你，留着。这给我干嘛？你掏完没有？到底？我没去呢，我就丢给你这个了。你赶紧呀！你把一矿弄回来，做成一磅，哥们去拍了。我的天，效率是真低。只会是火箭，是火箭倒是有顶呱的，呱呱呱乱射。
快点！那边一我估计也不多啊，兄弟，问题是每个箱子一两块，不多的，真不多的。你不如来火山这边挖，这个箱子身边都没有，甚至都没有。要，你别走啊！我传送黑曜石，火山这边挖一。OK OK。你别传送了，用你先把这个山里的这一批先拿回来。我在拿，我在拿。你扔那个箱子不要扔给我，放在一的那箱子里，我直接开梭，好吧？或者我也可以设计发一的火箭。我算了，别了。别了，赶紧。放进去了吗？全放了。没了，就这些了。你拿着三根走吧，没矿。就这三根啊？哎，就这三根。造三台可以了，造三台。我去老道那块手动挖一眼，我吃点东西别饿死。在哪里挖一啊，老大？你在哪？我在黑曜石。就龙江附近很少。多吗？感觉不是很多呀。不过我已经挖的有点高了。这无人机效率快些。我已经挖的有点高了，肯定没那么多了。感谢风大你就会大老板送的大跑车，感谢风大你就会，谢老板，老板这么晚也没睡吧？啊？对，一棒你就放箱子就行，它会自动凑成一棒。感谢风大你就会风总大老板送的一个大跑车，祝老板越来越帅，身体健康，感谢大老板。哦，马上睡了，马上睡了，准备就三点。马上睡了，马上睡了。三点。啊，三点半，三点半，三。回来再掏点一棒。可以繁育动物了，亚哥，解锁水族馆了。这动物好像没那啥用。树皮没有水长了。动物，我建议你可以放到明天。树皮我看攒下一些了呀，水藻也没有吗？你们身上还有水藻吗？需要再去水下挖。我先看一下树皮。看了都没有。看一下树皮。被捡完了。用完了，又毙了。这个不会是我卖的布吧？应该是，好像是。200块钱，好像是。这有很多水藻啊，通子，你是说藻类还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你是说那个绿色的小罐藻类吗？对对对，绿色的小罐，有的是呀，这没人采而已，几十个在这边湖边。我下水底是不是看没有啊？我这里卡它是在水面，它在水面往下，就紧贴着水面那个位置。我捡了一杯吧，我给你放箱子里吧，你做什么都可以直接，你要是有自动消息就直接就可以能吸到。但我这里真一个都没看见。我给你放楼上箱子。你放箱子，我来要吧。找了一下能够放满了茄子。三级突变员啊，都已经。
但我做一只肥皂没有产量，应该也不是钳子的事。那就无人机我会搞了，不会没有流了吧？流去手动搬一下吧，流矿那边有传送点，去搬。有流了？那你看看缺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哦，它出来了，刚刚没有，现在有。我在做一级肥料和二级肥料。肥料还剩29。应该他们用完了。用完了。藻类长得很快的，它是不太显眼，是个这个贴图很垃圾。还行吧，你沉到水底，它沉下来的基本上就是好的，蛮容易看出来。我看还行啊，动作没调到呀。1、2、3、4。我那你去看水底水面一个没有。6、7。你那个卡了吧？10、11、12、13。有13台啊。大型矿场。我跟他妈中东人一样，一背包那个藻类。我去看无人机了，好吧？你一要是不够进那个洞，自己就掏一点啊，掏一点。好，无人机也会搬，但无人机现在目前效率应该不高，应该是跟不上这产量。你不产了是吧？那我继续生产火箭了。啊，13台够了呀，你这样50台啊？实在是真的过量，这过量没什么意义，差不多了，应该能跟上了。看一下二级材料，现在是空的吗？里面我看一眼，里面是空的，刚造完，无人机在搬，你不如在家里箱子里守。那我先发射火箭。你没事，你火箭就这样吧，你先等无人机过来了，反正会自动帮你做棒，对吧？然后你就做别的，看看别的，然后再弄这个，也不用急着就火箭就连着这样就不停的发。二级无人机是火药、火箭发动机、电路板、超级合金。火箭发动机，那个在。那现在问题是，一级的不能拆吗？它好像不能啊，我一个人这玩意拆不了，很抽象的。不是，那我把所有的供应和需求都取消掉，它也不会回来。我不知道，你试试，你直接无人机站拆了，你可以试试。我需求一级无人机的，他们会回来吗？无人机拆不是无人机站拆了，万一原本的这些都没了，然后卡在原地，那不僵住了？有没有拆了干嘛？他妈同时行驶175啊，这么慢。前面才多少？前面才70几，现在125已经不错了，已经大有进步了。现在到底是怎么让无人机回来呢？这怎么办呢？如何让无人机回来？有个火箭可以让你在地图上看到无人机的位置，你觉得有用吗？好像没啥用吧。没什么意义吧？暂时没什么必要。怎么让无人机招回来呢？否则你如果能招回来，然后一级的退掉，然后能回收个电路板，那升级其实就多一个火药和超级合金而已，完全不痛不痒，对吧？嗯，其实超级合金还好，现在就是那个。我这样，我试着把所有的需求和那个全部都取消掉，我估计应该就可以了。电路板不可再生，比较。就目前不可再生而已。对。你如果要的话，只能那个什么嘞，去飞船里面拆了。好的，没事的，我把这个树木拆掉，我怕直接就卡在原地了，这个很吓人啊。然后原本的那10个电路板就蹭蹭蹭就没了，就，那个树皮的在这儿。我说去那种飞船里面去拆了，看见没有？电路板还有了，家里还有点够用。我看有没有回来，有时候了。
哦，回来了，取消就行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只，还有四只。那还有四只去哪儿了呢？四只，你们人呢？四只，我们还没到。按超级合金去了。哦，又回来三只，好。又回来一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只，先拆一个。你拆它要拿什么？拆它变两级啊。哦。哎，回退啊，它升级不能用一级直接升二级，它要原材料的。那回收机放哪儿？在这儿。放进去一个，然后按下按钮，可以的，没问题，拆下来了，继续拆，按下按钮。拆，这玩意儿这个东西要是现实里有的话，那也得了啊！反向工程机械，我百分百无损啊！反向工程，直接反向工程，别人这搞的什么军事的这种东西，全部都能研究出来哦。矿舱一推，哐一下，矿舱一下往前一推，再得了，差不多了，先搞了几个。火药你放在哪箱子里了？在家里楼下，楼下一楼，哦，这我还挺多的。先铲了一下普通的啊，在这儿，桌子在这儿，我要在门口坐，好像去哪去？在这儿，二级无人机。好，再拆，还挺快，这样子。做了个一级的，我是傻逼，别做了。啊，再喷点。蠢驴我，巨蠢无比，糊涂了。哎，什么进去了？完了，哪个是一级啊？哪个两级？哪个是一级？那一级在哪？一个眼的，有一个眼的，他两级是两个眼的。哦，一个眼睛的，我唱一个。可以了，十个两级，走完了。最多能放几个？能放二十五个。全搬了。我先去把箱子设置一下。最多无限个啊，不是？那你这个物品栏你不是格子有限制吗？你可以让他们先飞出去，然后往里面再塞。那你只需要一个无人机站掉了，不需要拍很多个无人机站掉，一个就够了。我先设置一，一是首要要务，一优先级一，需求一矿，优先级一，需求一矿，这俩没错。然后超级合金需求。超级合金优先级二，优先级二，需求超级合金，对。然后顶上那边树皮，树皮也是第一要务，树皮要挺多的。树皮哪个箱子来的？是这个箱，是这个箱。树皮需求，需求树皮优先级零，可以。然后再到三楼。再到三楼，再往上，这里，这是蝴蝶，往那走。
个这儿。供应。树皮。优先级零。好。他这个优先级应该需求和供应两边都要设置吧。是不是两边都要设置？看我这个有些情况是二，应该可能应该是两边都要设置。好，传送，先传送到超级井，这个先设置一下，供应二期，这里不用设置了，都是二期，截取一矿，啊，一矿的这个传送点拍了，拍了拍了，你拍的？我拍的，你就是懒吧，因为自己要搬。搬运用的多方便呀、啊！我的妈呀，我过来是从来不搬，我想给大家省一点时间。你就直接就传送过来就搬，那懒飞都懒得飞，就这么几步路都懒得飞。材料物，我的妈呀！效率，你效率全都是效率。这里有这么多，你怎么不搬呢？这里。我的妈！什么满物品自动发射、啊？交易火箭和织品，就你的意思是，织品直接送到火箭上，然后直接发射。到底够不够气？2500买个热量回来？我觉得现在先没事吧，现在因为无人机本来没多少。3000几了。本来就没多少。我也不知道。什么东西啊？够不够2500设个那个那个？不，买个那个那个，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。2900，有2900。2900，勉强的。你看，那还有什么别的要买的吗？我没有可以买。我来看看，火箭还能设置供需关系，居然真的可以。2936，要不要鱼卵？诺基亚鱼卵。那个应该就是加的系数高的一个鱼卵而已，我觉得不是。但鱼卵要4000，买不起。哎，本来也买不起，那不用想。2500，你原本想买什么？气压倍增隐形啊？不，热量。热量倍增隐形。对。那买一个呗。还有别的蓝图什么？有需要先买蓝图也行。其他的蓝图，你听我讲是什么？智能织物。定制沙发。定制床，我不知道智能之物是干嘛的，我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，这个智能之物也不能卖钱，所以现在没什么用。烹饪台有什么用吗？做菜的也没用，小麦种苗、可可豆种苗没用啊，都没用。烹饪台应该是做那个什么曲奇饼干赚钱的，曲奇饼干才多少钱？才9块钱，还不如卖植物呢。那还要种完还要再做，做完之后再卖，植物直接做出来植物了就。你说呢？可以。前期没有问题，等到后面核电池我估计直接可以自动化做了，核电池。就先买个热量倍增引擎吧，好吧。可以不？热量。然后先别发射，我去把这个植物再拿进来。其他关键也买不起。不是，发射。我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面板，阿佑说了这么多，所以我来看看，气压是多少啊？1385万，好像也没涨多少吧？阿佑，主要说的是热量。热量3732万是吧？嗯。这内地改造的加的速度确实要比之前快太多了。现在基本上像
这个就它的这个百分位单位啊，就百分位，对，一秒钟应该是0.02，对吧？差不多。一秒钟0.02，算一下，哎呦，什么时候到175？你要不就用他那个数字直接算一下好了，你那不有数字吗？对啊，你算一下呀。我算不明白，我看数字，我头已经开始痛了。已经开始痛了。现在没事，我就等电路板160解锁，我就直接批量生产我的二级无人机，知道吧？这个弄完，我数量可以把无人机就铺上来之后就不愁了，完全不愁了。电路板，我们解锁的不是脉冲石新金吗？电路板好像不是你这里的菇不拿的呀？我忙不过来，我刚刚拿一水。你这三不是这就这边另外一排的菇拿一拿，那边都要满了，别浪费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那边我拿过，我知道那边泰国还帮你搬了，我知道。哦，刚刚是暂时够用了。28000，好你的，哎呦，还准备建等核那个核聚变，结果放个隐性直接就翻了，直接翻倍了。哦，太重了。放了太多隐性，放了俩，一下翻好几倍。太美了，我全铺出来了。铁也铺出来了，铝也铺出来了，硅没铺出来，搞点硅吧，整点硅。要不给刘也换个三级吧，刘太惨了，刘还是一级。可以，没事，没问题。有刘就可以用那个自动制药机多生产点那个火药，给它直接自动生产起来。可以可以。我这里怎么看到火箭到处乱飞啊？是的，是的，因为火箭它有碰撞，它落不稳，它就会歪飞。完了，我就不知道会飞到下面。有点糊涂。那没事，效果是一样的。无人机都换二级了吗？对啊，时态全换了。你感觉效率快多了吗？这个能感觉出来吗？哎，好像飞的是快了，我看见他们，好像飞的是快了。你自己感觉呢？他没自信，还是只能搬一个东西吗？肯定啊！哦，这速度快太多了，兄弟，这快太多了，这可快的太多了。你只能说你现在消耗速度还是太快。去看看他的那个一矿有没有结余就知道。你十台搬不过来，对，肯定搬不过来。你无人机才十台，这矿有多少台啊？都盈余一个到两个，这里是三个。我给你们再造一个那个生态馆，树皮产量。不对，粽子你不是造了吗？是那个二级生态馆是产树皮的是吧？对。对，二级生态馆产树皮。你没造吗？只是产树皮，它没有任何别的功能。那时候你不是说找材料造吗？那么没造啊？那边一生产是跟不上来，连15台都跟不上来，还要再加。你这一棒就是一次性就是9个1，干不过来呀，实在是干不过来。
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觉得火箭到现在效率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那就这样了，那不加了。还是粽子重的，怎么都门口出个老门口里。现在看起来四级钻机随便可以摆摆啊，啊，几个合金拼上几个鳄就是四级钻机了，感觉随便弄、啊，随便摆，技术随便讲。他现在主要他基数不高了。能看这个总共摆了多少台吗？在表上可以看吗？在发电那里看，在发电那里看。哦，能看到几台？传送装置行，我传送装置的耗电也非常猛啊。对，它非常的高。要比要比电量也非常的多，确实也无所谓。现四级钻机是42台，三级树木播种机11台，自动制造机、无人机站，二级机器优化装置，二级花蕊播种机，二级花蕊播种机也得放的，孵化箱、太空交易火箭、粮食种植机，四级加热器，我们加热器是不是有点少啊？蝴蝶和水族馆，加热器很少哎。加热器是不多，但我不知道五级能不能解锁哎，不行就把四级多铺一点吧。我是要等五级解锁铺五级，刚好解锁不出来。你看那个蓝图，那个植物那一栏，五级还有多久解锁？蓝图，植物那一栏。对，8.3KT， 现在是4.66。那还早着呢。加的很慢，而且一晚上还在。找着呢，加的慢，要不然多铺点这个。但是你这个铺，但这个也需要一磅。你现在铺四级，还不如直接铺生物质，把它铺上来，直接铺五级得了。我是说多种点树呀，要不你弄个水族馆，把水族馆把动物养起来。水族馆。对，解锁水族馆。那里面放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有东西放吗，兄弟？你开个水族馆，搞个鱼缸，结果没有鱼啊！我估计是在地下捡的，就和那个虫子一样，肯定是地下捡。从地上捡鱼啊？我估计是呀，那虫子都水里了，水里捡鱼啊？对啊，去河里捡喽。老道，你河里有看到过能捡的鱼吗？老道是不是睡着了？能有鱼能捡吗？关键那几台做钴生产的铺出来了，你可以如果有别的用可以挪到别的地方，我估计你没啥用。我建了个水族馆在那个实验室里面。我说实话，我们真差不多了，真差不多了，我们的内地改造真的很快了，应该后面应该马上很快了，指数级翻倍上来马上就上去了。那要不想办法弄点钱买几个那个热量核心，这也是指数级的，那个东西肯定要的，那个东西的翻倍能让你省巨多材料，你后面就要赚钱。它这个其实就是前期翻的多，你越前期，就像火箭也是越前期那个翻的越多，这多了它就不多了，但也是有用的呀。现在属于前期啊，因为现在我们就两个那个人，你买两个就翻一倍，买四个就翻两倍。感觉应该种点青豆了。这是水族馆吗？这不是孵化箱，水族馆哪个？啊，是这个。啊，没找完啊，这个。这水族馆为什么没有蓝图啊？还是它是生产某个东西的，也不是。我再看看描述，繁育动物。隐形到了，你安排一下。那边现在还有564块钱没了，
那个你看一下那个面板热量现在多少，我放进去你看变化是多少。等一下啊，我在二楼。嗯。就看热量那个速度是吧？对对对，热量速度。热量现在44489876，你放吧。现在呢？好，终极翻倍啊！6373万7870加了2000万，直接翻三分之一，翻了一半，一半没有啊，那三分之一啊，4000万翻到6000万吧，嗯，你这个绝对是合算的呀，现在是鱼类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是鱼类，绝对河里有鱼了，兄弟们，包能掏鱼，对，鱼可以抓鱼了，包是能掏鱼了，卖什么？核电池不行，优质食品。核电也不好搞，曲奇饼找不到，细菌样本6块钱，细菌样本不是你现在接下来如何赚钱？就是靠电池。电池？对啊，就靠电池呀。你等到那个电路板跟那个都是批量了之后，就可以合成了之后，你就可以造了呀，批量造了呀，配合无人机开始自动造呀。不是，但是问题是我看看啊，电路板什么时候解锁？160，快了呀，在那之前呀，对啊，我不是前面说了吗？那可以，几乎有两个同时解锁，然后你接下来就靠80的电池来赚钱。就这块有点像进步工厂了，你计算矿的产量，然后生产那个电池。其实没有，不，这个根本不用计算，就计算的没有那么细的。尤其就刚刚一，这不就会出现什么这个不够那个不够吗？不用那么细，但是大气层还得调控，得调控。这一条烟怎么感觉抽上去怪怪的？不会是假烟吧，兄弟？很怪，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。还有这种说法，变质？不是变质，就假烟，有可能是。跟前面那两条完全不一样，口感差距还大。这一条全是假的，还是这一根是假的？那肯定是一条是假的，那他妈里面一根是假的，脑子有毛病啊？那肯定整个一条全假的了。完了，我要干嘛来着？你已经放了是吧？放完了。放了，不是刚翻倍的。我要造无人机，对。我觉得你可以一会儿准备啊，还造啊？你不是已经10个了吗？10个不够呀，无人机能应用的地方太多了。那个啥了，电路板生产线。太多了。火箭发动机你能先多搓一点不？还有火药。再搓，火箭发动机一直在搓。火药可以，我不给你开个自动化就行。流我改了好几个流，然后还要什么来着？我没有鱼啊，我刚才转一圈没看到鱼。你们吃的东西到时候吃这个青豆啊，我在二级粮食种植机这一排都造了，都种了青豆，到吃那个就行了。我再去搬点那个。火药两个流一个一，还是一。火箭我先不射了，就留给你造无人机吧，没事，现在差不多了，这个倍数再射就不是很有用，可以射别的火箭还能更有用，它现在95个了，再射它用处不是很大。超级合金6台有点溢出了。那你可以把那个合金棒生产打开。还好吧，现在箱子还没买，问题不大。我的意思是，超级合金那边6台要不要先搬过来？有点懒得搬了，也没什么好搬的。你可以把家后面那几台生产那个你生产那个钴的搬了吧，现在钴铺出来了，不需要。钴不要啦。不要了，我已经把一箱子装满了。我火箭先不射了呀，火箭现在在射倍数太低了，作用不大了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就靠恩等啊。这个速度还不可以吗？你觉得挺快的呀，还不快？是蛮快了，好像一下子158了，马上就要电路板就要出来了，感觉。对啊，然后你把电路板生产线搞一搞，电路板生产线差不多脉冲声音就出来了。
我本来也不需要什么生产线，就直接能拍家里拍家里，不用拍家里就直接家里。就看他需要什么材料，他可能还需要合成别的东西。哎，这个放宝类的箱子没有了吗？楼上这个不需要搞电路板生产线，你不要设置一个自动合成的，就直接往家里这些需要的材料往家里搬，然后你开始搓电路板就好了，对吧？嗯，没有必要你说在无人机再帮你搬到什么自动那个合成里，然后再合成出来，没必要的，他也没法做。藻类箱子在楼上二级的，换成二级的。OK， 好。那火箭发动机我就不愁了，由你来；火药也由你来，我就搓电路板，是吧 ？OK， 没错了啊。OK， 搓电路板。两个差，接着，接着。电路板是在哪里搓来着？估计自动制作肯定是可以的，自动制作。我知道，我看看其他、就是、哦，高级制作台，我看一下配方。硅铁铝废石，废石碗，废石碗了。氮气罐，氮气罐，生物塑料罐。完了。这些流程，你要先生产生物塑料罐，然后去拿氮气罐。不简单呐、啊，兄弟。氮气罐肯定不简单，所以我跟你说有生产线呀。氮气罐是怎么来的？就是那个甲烷气体一样的，甲烷现在不产，它就产氮气了。那边好像就是环境改造，它就变成产氮气了。现在是已经是氮气了吗？不可能、啊。对，你要设个无人机来搬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看了。在哪里？那些气体罐在哪里？在雨水机旁边，过来看。雨水机右边，右边，雨水机右边。这个，你打开看。这个，你打开看。它是又有氮气又有甲烷。又有氮气又有甲烷。对。那你得多拍几台啊，这个一台远远不够。对，你可以拍得近一点，拍得离家近，像无人机跑得也能近一点。采集器也要费时，还要一把。甚至你可能拍在家旁边上都不需要。对，现在你听我讲，气这个东西都可以直接从凭空生成出来，对不对？就它直接是就是直接收集气体的，你费时怎么办？对对对，费时现在能采吗？我觉得应该暂时够了吧。你需要多少费时啊？你不就造这个机器吗？不是，你造电路板也要费时啊。啊，电路板要费时吗？啊，电路板要费时，还要生物塑料块。那去费时拍矿机啊？费时能被矿机挖起来吗？我觉得应该可以吧，它又不是石英。那你现在这样，你去费时那里造一个传送点，然后拍矿机，行不行？费时在哪里？我准备运营。之前不是有吗？在问吗？那边是不是都是费时？在蛮远的地方，粽子你知道吗？哪里最近这个废石的点？目前地方没有废石的点。那个什么刘隔壁，刘的隔壁那个山洞里面。那这样，老道你去拍行不行？刘的隔壁是吧？老道你去拍个传送点行不行？拍一个。废石矿就在那个一矿的隔壁。他们说地图上能看、啊。就在咱们家很近的这个一矿吗？就刘的隔壁，刘的隔壁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地图能看，我去找，我知道。啊，那你去地图能看，那你去。那我就搓电路板先了啊，好吧，把家里现成的我先搓了。你可以先把那个气体那个造、啊、气体先弄，对，气体先弄。两个废石，我造废石。你看能不能造的离家特别近，抽烟雾机都不需要。你放在那位置已经很近了，差不多了呀，已经很近了。覆盖那个机器覆盖不到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差不多。八个造四台，你一磅还有吗？一磅有。一二三四，然后超级合金。完了，缺个甲烷罐。六七八九十。甲烷罐十二。我身上有，我身上有，来来来，我扔地上了、在那个传送点，家里传送点的旁边，三个甲烷罐，掏起来，去拍了。这是粽子种的树吗？怎么这么高啊？这树？就那个最高级的，还是自然生长的，那是最高级的。我把你那个拆过来啊，尽量离家近一点，好吧？你拆吧，拆。你那边积水，这个废石在这一块，废石在这一块的，我们就摆这儿吧，就能来回无限摆。哟，这二级无人机可以啊，这边一矿都就留一个两个，基本不留矿。对啊，效率很高，他跑得快啊，关键，对不对？跑得快，
那确实牛逼，那这个效率确实牛逼。鹅，然后再往。甲烷罐，我们的罐子是放在这个箱子是在哪儿呢？哦，就在这个后面，我看到。就在一楼吧。那甲烷罐的箱子就跟那些其他的氮气箱子就放一起呗？可以分，之前是没有其他气体，所以没分开。现在有了。现在先不分呗，我就先这么设，好吧？你先这么设吧。啊，先这么设，一个是甲烷，然后一个是氮气罐，两个供应，优先级也是零，也就最高，跟那个树皮一样。然后这一边是，点击供应，这都单点吧。再供应这个，不要点全部了。哇，这无人机，两个隔得特别近，它就转一圈又回来了，很夸张。我刚看了一眼，放近一点，这样搬得贼快。对，就零距离，直接等于传送。地上已经开始有小蝴蝶了，已经搬起来了。OK， 这个批量了之后，电路板我来看一下，电路板就费时。那生物塑料块呢？生物塑料块可是个麻烦事儿啊，兄弟。它需要藻类吗？那就那玩意儿可是个麻烦事儿。那玩意儿可是个麻烦，那麻烦了呀。那玩意儿可不是麻烦的一星半点，这得要两个蘑菇，得要采蘑菇、种蘑菇、采蘑菇，蘑菇采完，再是硅，再放硅，然后再是水瓶。硅还好，水瓶这个就手动弄吧。无人机也还好，这个就手动弄吧。不知道那个，哎，你是看蘑菇能不能让它无人机采啊？可以啊，但是这个很浪费资源。不是，或者说你把蘑菇种植箱种在楼顶上，会不会这个制造机能直接用那个蘑菇种植箱里的东西？但是你摘不是还要这样摘吗？哦，你的意思就放得近一点，那又要大搬迁了，兄弟。现在用无人机吗？又要开搬了，无人机，但这样很浪费资源。无人机应该不会特别浪费效率吧？它没成熟，它也会去摘吗？没事，我现在这第一波，我先拿一波。哎呀，这确实还没睡，先等等吧。现在关键是蘑菇种的不多哎，蘑菇箱子里有，我把因为它肥料要用，然后我就戳了几个箱子在这边。我知道了，那这样我现在先把南瓜先。那家后面这几个三级矿机你还用吗，亚哥？你是不是要生产那些普通石头？对，那我先不拆，我再建新的。对，你就建新的，现在材料不缺，无所谓的，材料完全不缺。鹅棒、超级合金、一棒、三个钛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已经摘到了，要扔掉了。你知道，那你去拍吧，我召唤传送点了，你去拍吧，费时那边拍个两台三台吧。费时什么啊？有传送点吗？我怎么没在哪？不是你是想往哪拍啊？我费时这里啊。我拍传送点了呀，就叫费时。你看他，咱俩是不是不在一个费时啊？我是在反正家就是那个一矿那边那个家下面很近那个一矿里面的。我拍传送点了，你身上有没有传送点？你直接拍出来一个，你传送一下过去就知道那个是哪了。这菇是彻底扑出来了。户外苗圃种一个 CD 产四个，我们先种这个吧，这个先现成的先摆起来。蘑菇的存货还有，户外苗圃需要蜜蜂幼虫，该我弄。对啊，那个很麻烦，要虫子，不太好弄呀。
过好像我那边的箱子还有点。宝呢？这生物塑料袋。会有大半个箱子的吧？我知道。用起来很快的，主要是看能不能让它产线自动化，看起来有点不太能。哎，可以呀，哥，这个蘑菇也得设置工序。都可以设置，但我觉得没必要。现在是没必要，等到后期你无人机上来数量上来的时候，我会设置的，你别着急。不是，我觉得无人机应该不会，就是它不拆，它没成熟，它也在那儿疯狂的拿，应该不会太浪费效率。它成熟了才会去拿。对啊，肯定啊，就是。解锁。是这样的。直接解锁。那你看吧，现在好像也不缺这个东西了。缺，我也说。还是缺的，因为它就跟你。那传送点什么都可以做起来的呀。看怎么合成吧，你先看是怎么合成。鹅肺十一又甲烷罐五个。在哪里看的？简单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。自动制造机。鹅肺十一又甲烷罐，这个简单。我直接开盒了，这个我直接开盒了。大哥，你肺是不要乱合啊！哥们，那个电路板先要的。肺十，我跟你马上拍上，老道你拍没拍？你拍上了吗？拍了，已经拍了。拍上来，马上缠起来了。不是你箱子里的那些，你先给我做电路板。Okay. 别急，哎，完了，我要什么东西？我电路板是要啥来着？我是要啥？可以。那先可以手动搓一两块，好吧？如果需要的话，脉冲水晶可以先搓两块。电路板要硅、铁、铝。看到了。氮气。嗯。OK。这些基础材料看来还是需要的。生物塑料块。肯定是要的呀。嗯，哎，你直接把那个三级无人机也拍到我们制造点旁边，三级采矿机，这样就不用搬了。就看它范围能不能覆盖进去，如果能的话，就不用搬了。你想的是他妈太美了，兄弟，它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小的，很广的，对吧？它显示圈这么小，其实没有圈外的房子。它稍微超出房子也就没了，你必须贴的还是要蛮紧，没有你想象那么大。那不行。啊，差什么东西？我有点糊涂了已经。前看后忘记。哦，水平。这游戏叫星际工匠，水平没了。罕见幼虫突变源肥料。先放到废石里。这东西开错了，太麻烦。直接开错了。这个蝶凡系里的幼虫，被吃了吗？我们到4:15结束，好吧？OK， 还是定个时间吧，否则身体要弄伤了。明天咱们早点儿，我觉得下午应该是能完结，能起来。可以的，只要你充满着冲劲，肯定是能起来的。好吧，4:15啊，陛下，不要把身体弄伤了。我直接把水也自动化吧。反正你马上就要生产无人机了，我帮你，我占用两个，这个应该不是占用两个吧，是有两个，三个生物塑料块，一个镁，一个超级合金，三个生物塑料块。家里离得近的，你想设置就设置，但你知道怎么设吗？我知道。供应和需求都要设啊。啊，我知道。一个镁，一个超级合金，一个铝，三个生物塑料块。哎呦，生物塑料块！你的火箭发动机和火药呢？我就放在那个机生产的机器里，我没动。还有废石吗？哪里啊？有一个人。在哪里？废石那边有厂，你去那边看就行。你的火箭发动机在哪？
就在生产机器里啊，没有吗？没有啊，一个都没有啊。我来看，什么东西没有了，停了。那个这个火箭箱子里还有一些，有四个，你先拿这些吧。哪里？在哪？这个我这个角落，看能看到我吗？我在跳。那你看缺啥了？我看看缺啥，应该是缺铀矿了。缺铀矿，我去搬一下。铀矿你怎么全部搓人棒了？那不是我搓的呀，我没搓呀。包是你的机器就一直开着呀，肯定是的呀。没有呀，我根本就没设铀矿的机器呀。我就这个上面点点吧，这样比较安心一点。自动它有时候转得太快了。哦，它好像直接就自动放进去了。现在14台，又加了4台，好吧？又加4台。我现在就等你火箭发动机啊。再铲啊，你去拿吧，现在应该铲出来了。火药我也掏一点，超级合金拿4个，1、2、3、4。哇，这个很快。刚刚是没材料了，不然铲得很快。为什么它这个可用无人机里显示的还是一级无人机啊？很怪啊。它这面板里面显示的还是一级无人机。那你身上到底是几级啊？二级啊，我是直接搓出来的二级。但你看这个速度，它就是二级的速度啊。显示我是18台一级无人机，这为什么？有 bug？ 卡住了。还说是汉化问题。不说汉化偷懒吗？汉化偷懒吗？这么真实，真实。费时有传送点是吧？我去拿一点。没有。啊，没有。我全拿了，我全拿了。我已经拿了一波了，要不再拍一个吧？是不是太少了？只有一台三级机的。哦、直接拍个6台，你只拍了一台呀，不是我怎么这么节省呢、啊、老大儿，直接就横过来拍，就是找一个横向角度的，直接6台，前3台后3台直接拍起来。 OK 直接拍起来。我们这么富裕的家，我的我材料没带够，我就没拍那么多。材料箱子里直接摸，直接摸。你再传回来，再传回去不就完了吗？直接摸。你那拿回来的废石放哪了啊，老道，拿回来费时呢？我就拿了四，你要多少个？你那个费时里面就那个都放下来呗，都放呗。你造那个三级采光机又不要费时了？没了，没了，就三个呀。那采光机我来弄。我已经在弄了。啊，你在弄了，行。对，有新的树苗了，估计价值可能更高。我也觉得有可能是显示吧，费时，3个费时掏进去，做几个电路板，铁铝电路板应该可以直接开锁，把这个都放进去，放到费时里面，直接开锁。它这个自动机里面，你不知道是哪个东西缺了，有点麻烦。好像是生物塑料快没了，氮气有，是生物塑料快没了。
两个蘑菇，一个水瓶。哇，这蘑菇长得还挺快的。再看那边的蘑菇，那边蘑菇还没好，等等吧。这里的蘑菇呢？看看，这里都是南瓜了，这里都是茄子。驴有，驴绝对有，怎么可能驴没有？一箱子的驴啊！驴都扑出来了，我的乱走。我说老道拍上了吗？拍了，拍了，拍了。你的那个废石离家远不远啊？就无人机跑的吧？肯定远呀，你废石。怎么我的这个生物塑料块出来之后又没了？你怎么也在造电路板？我没在造。现在什么了？现在我估计废石没了。对，废石空。嗯，你这不就是我那个点吗？就你那个点啊，我没改呀。哦，这个我离家不远啊，这个就在一矿边上一点，这个我感觉可以用无人机运。够吗范围？怎么做这么多？啊？什么够不够？那你去调无人机。我感觉这个距离上不远，我试试。这边废纸哪去？拿走了。嗯，先拿走了。拍了几台啊？六台。啊 ，OK。供应废石。我操，怎么做这么多啊？这是我塑料块。供应。因为蘑菇有很多啊。哎，差不多够了。先去杀废石了。你现在多少台了呀哥？什么多少台？18台。无人机。OK。你去拍，我现在未来在计划在做的还有更多台呢。我这废纸弄上无人机，应该是够的。你要看你的优先级啊，你优先级要规划一下，哪些比较优先。零啊，我弄了零啊。直接零了，那也可以。它不是最优先的吗？对呀。废石的箱子在这里，在这儿啊！这废石箱子都做什么东西、啊？你别管，这是我待会预先要做那个材料的，我就直接放在那个里面先，知道吧？你别着急，没事，你就管你设置就行了。设完了吗？怎么这么困难？设一个这个？设完了，设完了，看能不能运得来。你看吧，你就待会看这个飞机。过来路远不远？就在那个，就是一矿再往里格，矿和矿再往前一点，感觉不算很远。我先把这个电路板取掉。凳子碎了。桌子人估计就迷糊了。有可能进去过，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飞石过来，还没有。这么远吗？是不是那边还没铲出来啊？铲出来了呀，还是直接被用掉了呀？没有，我已经取消了，我已经把电路板取消了。有点远的废纸，这么远呢、啊？我看它飞行速度还可以啊。有点远，肯定远，正确。你继续看着，我看外面那个面板去啊。要这个要使用的太多了呀，赶不过来呀。废石现在排在最后一位，两个废石还在路上供应中。需求物品一个废石，正在需求中。先搬一点吧，我去搬一点，我等不及了，好吧？哎，来了，一下来了一堆，而且还加你拿的。我说怎么来？什么一下来了一堆？你把老道当成无人机了？
那老道是无人机，他人是无人机。老道是一下塞进来，我以为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这个戳戳那个还要呢。你要这么多电路板吗？差不多了。你要电路板，做电路板干什么？做什么？无人机啊。两三，这。要更多的无人机不啦？你要多少个电路板？我最好无限个。你怎么把火箭停了？你这里不有七个吗？你电路板无限个，火箭也得无限个呀。你别着急啊，我火箭发动机还要造，造火箭发动机。火箭发动机好像又插东西了，插东西又插东西了，又插了。我去搬，又插了。家里不是有电路板吗？有七八个，没用的。先搓一点，火药。一点留着吧，还能添添香。火药。电路板在哪里搓？自动台上也可以搓，外面也可以搓，都可以搓。高级制作台也可以搓。生产也卖充实啊。OK 了，又加三台，21台，又全部用掉。这缺口永远补不足的了，永远有。等你的火箭发动机，快！你选黑钢了吗？选了呀。有5台啊，你拿走啊。啊。你发动机铲起来快。你再做多少个无人机了？现在21台呀，外面可以看得到的呀。先做呗，越多越好呀，这样就不用搬矿。这个右边能看得到的，右边这个屏幕能看得到的，左边下面可用无人机21，总共21，供应14，需求7。我最好拍就拍大概100台，我要做京东物流。现在多少？现在26，又全部用满。26也要全部用满，完全满不足呀！又全部用满。不是一个只能放25台吗？20台吗？没有啊，它你可以再飞的无所谓的，就你收回的时候，你先收回25台，然后掏进去，然后它再来，好像是没关系的。我再继续造了。一罐都没有了，一罐都。搓一个无人机生产线一个任务。那要不要去那个飞船里面？硫是那火药也用完了，但是掏呀，可以掏呀，我有电路板呀。硫那里好像没换3级矿机啊。那去那边掏呀，那个飞船里面。要么你帮我掏，我搓钥匙先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火箭发动机还要。我给硫换一下3级矿机。这是逛一圈，突然忘记自己要干什么来了。3、4、5、6、7，是的，就糊涂了就。那我去掏那个飞船了。啊，你掏呀，最好多掏一点。看看啊，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一个鹅棒，一个超级核电棒，一个一棒，3个钛，鹅棒、超级核电棒、一棒、3个钛，火药不够了，火药不够了。火药有很多？不多了呀，你看箱子也没来，错光了已经。用钱不要太快啊。鹅棒用完了都，就掏点鹅棒。无人机33台，又全部启用。到底有多少缺口啊？你到底设置了多少啊？究竟有多少缺口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冷足了。啊，效率是挺快的，这边废石基本都没剩下来废石。还是又是有人来手工搬的。缺口太大了，缺口。生物质还几个？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
六七，少一个，一二三四五，火箭发动机没了。三个钛，三个钛。不闪了吗？不闪了。又缺铀，又缺铀了。你要不分解点铀棒吧？那块就一台机器，所以比较慢。我不想再给他加机器了。38台无人机，依然全部供应。电路板也没了。电路板为什么没了？电路板、硅铁铝、废石、氮气罐都有啊。硅铁铝难道没了吗？铁有啊，铝有啊，硅没了。我去外面了，没归了。造的连基础物品都缺起来了，兄弟们。消耗太大了，也猛猛造，猛猛发展。你这无人机哐哐哐哐哐。这样拍吗？是这样的，肯定是的。哎，直接用无人机了呀！无人机已经弄出来了，干这么久嘛，肯定又有突破的了，肯定是有突破的呀，不可能没突破哎！我操，乱顶、哦！又可以消费了，感觉。又补进来了。又差什么啦？生物塑料块什么没了，生物塑料块没了，生物塑料块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，死一波吧。老道差不多就回来了，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。杨妹看我的眼神已经有点情绪，有点大变了，已经。OK， 有点大变。没有的。听雪说，我到后期，他说为了赚50万块钱，200个无人机都不够用一个，这么恐怖啊！要200无人机啊？我们现在这速度，我感觉200个应该一会儿造出来了。水平规模股，贵的需求每个菇没有人用。是可以设置无人机的，但现在无人机有更重要的事，等数量拍上来之后都可以设置，然后就准备把那个蘑菇自动能够做这个生物塑料块，会比较方便一点，然后要把蘑菇要搬到这一块来，否则在那边不能自动制作，你还是要拿就很麻烦了，然后这里要设置个蘑菇箱子，最好是放在二楼上面的箱子里，然后搬过来，他只要搬到箱子里，然后让这里那个自动吸取吸进来，然后直接开锁，这样就会好很多。我觉得好像明天可以把树搬远一点，飞出去，就外面全是树了是吧？对。地上的肉就不太好找。我们主要是现在无人机后面慢慢是先实现什么，先不要家里的事情，主要是外面什么，所有的原矿就能够通过3级挖矿机能挖到的全部自动搬运回家里的箱子，这个是最关键的，其他的东西都
就其他都可以先不用考虑。有个生产效率倍增隐性啊，我丢这里了，地上。OK OK， 其他都无所谓。那什么情况？这四台还不够用啊？四台自动生产，要不再拍几台？我拍四台感觉怎么都够了，好像还不够。不够。什么东西？再拍几台呗。自动生产那个东西，没有生产一磅的了，一磅被卡住了。你这个现在突然间大发展了呀，可能要拍个十台啊。那拍好了，家还有过肩过肩。你火箭发动机现在有几个啊？我刚刚生产了一组，你没拿，我给你放到那个废纸的箱子。废纸箱子里，哦，看到了。塞满了一组。看到了。OK。再做无人机，继续做。现在缺什么？龟是吧？龟，对，我外面的两个就放在家旁边，两个箱子都已经设置成龟了，你可以再多设置一点。龟和铁都要了，铁也不够。我把这三个也给改一个。龟和铁，铝我预计未来也有可能要不够，但是后面会派三级箱子，现在暂时先不用急。扣一环，火药又没了，我的妈！超级合金现在有需求吗？超级合金现在箱子还挺多的。就是你那个，我看看吧，电路板和那个什么用不用？看看，不用我就先让维尼布搬他们了，是不是能？对啊，可以先设置布搬。电路板并不需要，那个现在是几台？我来看看。脉冲石英，现在五十台可哎，现在五十台在用的只有十八台了。你把这个超级合金取消，好像一下子就解放了。我还没取消呢。啊？那为什么一下子少了这么多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取消呢，我就是。那为什么一下子少了这么多？我不知道。可能把库存翻完了就等了。对，有可能。对的，就是一你差不多他已经就前面可能有库存，然后费时可能有库存，他现在派出了很多，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，很多已经在原地等待了。那可以把其他的矿也都设上，我很多矿都没设置呢，什么铀矿这都没设置。我觉得三级采光机可以继续铺。继续铺。我先去，我还先把超级合金停了吧，超级合金感觉好像现在是不是很需要。算了，我把它供应优先级再降一降，就不给它停了。优先级降一降，到后面还是要设置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先继续派三级矿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根，直接八根吧，八根，然后门口的我还在换位置，八根，一二三四五六。铀矿好像确实离家有点远。那你也没办法。我又往家里搬挺多，可能也暂时没问题。我刚搬的，外面地上都是。我说的不这么多。现在是缺什么呀？废石也不缺了，甲烷罐也不缺，等一下我把这里拆一拆，比较放这里一竖排是最好的，离得近一点。
火药怎么不产了？两个留一个一。我看留用完了。算是菇都铺出来了。不是啊，这采矿机怎么都长在树里了？对，拆了两台还留了一台。我在拆呢，我在换位置了已经。啊，你换吧，你换吧。对。都长，这是我们种的树吗？怎么这么大呀、啊？这树。对啊。每种都有两个，我估计不够长啊，可能。看看废石也还好，根本留不下来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们在家也可以把它设置成硫矿，那我们还为什么要在硫矿拍硫矿点呢？硫矿那边是一级的，我都没动了，那都废弃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它这种。那个矿在地图上显示硫矿，它会踩得快一点吗？不是，一样，所以就没所谓了呀，就离家近就最好了。那回头把那些拆掉算了，你用。没有，那天我赶上三级的了，我以为它有用。啊，没必要，可以拆掉。要不如直接挪过来，我去拆吧。你去拆吧，你可以把小龙点也拆回来。一些关键矿都放在家门口。你这边太空站能不能稍微挪个位置？你先给它拆掉，我来挪吧。太空站，你挪吧。没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这些。太空站，交易火箭可以放在这个位置。设置两种好了，铁，这里是铁，然后这里是钛，然后这个是硅。钛硅硅。黑曜石也有点溢出。黑曜石确实应该屁股后面再跟一堆的，但这里的树又挨得太近了。应该是屁股后面再放平一块，这样是最好的。距离够吗？距离好像也够。改吧，改。面对面放。名叫星球工匠，非常好玩的一款游戏。这才过来好像跟那个有冲突，有影响吗？这样的话就面对面两个两个就行。游戏其实已经是发售很多很多天了，
但它以前是抢先测试版本，并不是正式版。对，把种树机挪远。现在主要是粽子建的这一个，它的这一个下面的这个楼梯有点麻烦。不知道这个楼梯到时候会不会有模型碰撞。先暂时先别选中，先这么放下，铁也放进去。硅钛铁，把这个挪个位置。不，这里这棵树难道是拆不掉的吗？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背景长的还是我们种的。好像是背景的。哼，太大了。这好像是背景啊，应该是背景。它这里面没有种树机，还是说是已经就是固封在里面了？没有啊，我没看到啊。我这周围好像确实是放过这个的，我把这个先删掉，我来看一下，把这块给它拿出来。哎，拿出来之后没了，拿出来之后没了。那这里的种树机这一根是哪里的呢？这一根啊，这一根是这儿的，这范围这么大吗？掏出来看看，没了，果然没了。那我把种树机稍微离到。就挪到远一点的地方呗，好吧，否则我们这门口就全是树了。先挪远一点，先挪到这儿。这树已经铺出来了，我生产脉动石英晶了，要不你暂时也不用背书。对，它这生成的模型一下子可能会特别特别大。又一费时加环冠鹅，其他都还好。是的，好像不用靠房子那么近。对，它这个会生成的范围特别特别广，巨广无比。两个太他妈陷进去了，操你个！我先把太给他往家里先放一放。然后还有龟，龟先放进去。完了，这机器是不是要那个？机器要三个太，我是傻逼。楼梯有点僵硬，里面都拆完了，自己还在新疆建筑。超级合金，那一筐，超级合金，一磅，一磅不是一筐怎么没啦？变成一磅了，你还有一筐做什么？我要一磅呀，一磅在机器里呢，塞着呢，又没啦，怎么鹅也没啦？变成火箭，火箭了吧？我操，这费时一下子来这么多啊！费时铺满了呀，我跟你说嘞。我操，我要鹅矿。我的三级机子铺不出来了。我刚去鹅拍了一台三级的，那我再加一台。几台？就现在鹅那几台？两台。直接拍到六台。
真有排到六台？对啊，你每个矿像这种高级矿就直接排六台，管它三七二十一啊。没有呀，没有鹅棒呀。其他棒都还好，鹅棒。那一那边十多台，难道抢不过来啊？哎、我去看一矿一矿的情况。一矿还真没有剩余，你别说，还一点剩余都没有，全用完了。这里是铁，然后这里是一矿，这石头还一点都没剩下。别美别美，这里是硅，这里是钛。没事，我先给鹅补一台，三台鹅三台应该。第一个是。第一个是钛，正好一点，钛、硅、铁，按照这个需求啊，钛、硅、铁，然后硫，钛、硅、铁、硫，然后镁，先钴吧，先镁，镁，再来一排就够了，再来三台，我这里再来三台。我忍不住了，我要去一矿那拆了啊！去吧，那块一点都不剩下了，一矿完事交了还剩。我先拆个三台，把我这里先完成呀，我先设置好呀就可以了。完成吧，我还差三台，一矿。人已经彻底，人已经要陷进去了，已经往里面陷进去了。关键是感觉是还就到现在就一点点感觉，啥都没完成的那种感觉，很忙啊，这感觉很充实。射的火箭好像都还没掉完呢。镁、镁、硫、铁、钴、镁、硫、铁，硅、钛是吗？再过一会儿就把五级加热机都快制作出来。什么呀？五级加热机。看来宋子他们是铺了不少猪。五级加热机一换，因为咱们那个加热热量火箭是最多的，它那个基础换应该会暴涨。硅放进去，铁放进去，让家里的箱子永远处于爆，就是爆满的状态。家里的先设置啊，先设置家里的钴，设置需求钴，优先级零。家里的镁，设置需求镁。家里的钛，设置钛。优先级这么高吗？家里的铁都给零啊，需求铁。家里的铝还没有，铝要带回去那边生。家里的硅需求好，硫这边在这边需求硫。核电池传送门生成机是什么意思啊？可以前往远处的失事飞船搜寻独特物品，直接传送到失事飞船那里啊？是的，而且它需要两个能源倍增引擎，我们好像正好只有两个。不好，这不会是故意的吧？就给我们两个。做完都可以拆点，拖出来啊，老道，这拖起来。现在那个紫色石英很多了。
就应该够了。Okay。既然脉冲时间不缺，那我把发电站给它拍满了，还差三台，我拿一二三四五个，三五一十五，十五个脉冲石英和十二个三四一十二，十二个超级合金，一二三四五个七八九，一二三，好，开始狂搬。无人机开始穿梭，我先看看无人机怎么样。哎，也就只用到十九个，为什么现在怎么感觉使用量又低了？因为很多生产都停了，很多矿栽满了不栽了，生产停了矿不栽了，那些什么生物质什么都没产了，全卡住了，不产了。你这就箱子满了。对，在家里产出的那个东西没有搬到箱子里，所以那个队列产满了，它也不产了，那些都没设置。应该把那几个产出的机器设置为就是供应所有物品，应该是这么设置。怎么样产出机器设为供应所有物品？就是它不论产什么都会被搬到对应的箱子里。你什么？你是说不是你自动做出来的东西，你还要这无人机搬？对呀、啊，要不然它那个机器里。不是那玩意机器满了它就停了呀。对啊，那就无所谓啊，就没影响。你比如说你的箱子包那个满了，那你就用箱子里的材料就可以了，那边就先不搬呗，就完事了。那里没鹅了吗？不是，鹅用完了。不是你。不是你现在瓶颈在自动制造机，你接下来如果用自动制造机再搬到你对应的成品仓，那你的接下来的瓶颈就是你的箱子，所以是没有意义的。不是。不是，那它我们这是多部产品，那你的上一部产品，比如说你只放在制造机里，那它只能生产十个，这就是十个格子。你十个嘛，那你就十个主动掏出来，然后十个做下一个就行了呀。你这个后面就手动呗，这个还要无人机掏啊？那你要分的箱子多了，你比如说，那你就要分，那不是，那你接下来就要分这个，就是比如说你的那个火箭发那个就火箭发动机要放一个箱子。本来就是有个箱子呀，确实有呀。对啊，那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单独放一个箱子啊？对啊，就是最高级那个你不需要，比如说无人机就，如果说你需求不大，那你就不需要了。无人机比如说，那这个他妈太麻烦了，大就可以放。这个太麻烦了，你现在就很简单，就所有的原材料先基本全部供应上，然后你剩下来的自己开梭，已经会简单太多太多了呀。你或者就做一点，比如说比较频繁的二级产品，是可以。就出一成本先完成，啊、不是说每个都要。那你现在用的二级产品，肯定要给它放箱子。像比如说你的这个发动机是确实可以做，就需求量大的可以先做一做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直接搞什么呢？搞那个，但是也有个问题啊。如果你的这个箱子都分开的话，那他妈这个占地面积太大了。而且你这个箱子的范围能吸得到吗？被自动装置能吸得到吗？如果说假设你有很多东西是准备放在一起，放在一个杂物箱里，但这个杂物箱。如果你设置需求所有的东西，那有点麻烦。你还能一个，不是，你还只能一个点。是设置这个机器供应所有的东西，然后你有什么东西有箱子，它就会把东西送到什么箱子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箱子，它需要就不是很大。什么东西？你把这个自动的装置设置成供应所有。对，它供应。那你那边得点需求，它才会送啊。不是。那你这个箱子，比如说我这个箱子需要火箭发动机，是不是这个制造机会给我送过来？啊，对啊。如果生产这样东西没有箱子需求，那这就不送。啊，对啊，没错。需求量不大，就不送。对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去上大箱子就要设置啊，那你火箭发动机就可以设置啊。然后比如说生物质，你那个芯片不是需要生物质嘛？那你可以给生物质用一个箱子，让它把生物质生产到满。对你现在，所以你不是你这个可以是可以，但问题关键就还是，你还是要造不少的箱子。还是得要有箱子，你这个要有空间放。电路板现在不都不缺了吗？没关系。是不缺，你现在是布局问题。你现在最优的这个情况是什么？你知道吧？制造机要摆到二楼，甚至摆到三楼，然后所有的这个空间内都要摆箱子。不知道它范围是不是球形？如果是球形的话，那就摆到二楼、三楼；如果不是，说明它上面不论多远，它都包括在内。不知道你现在不知道呀？只是个平面的圈儿。这个你说的要改的话，我估计可能要改三个小时左右。我这个我可以给你测试一下，我觉得它上面应该是无限包含范围的。
如果你垂直方向没有限制，那你就机器不动，然后你可以放到箱子放到三楼四楼就行。对，我给你测试也行，但是你尽量你一楼四台这个装置是不行的，起码得十台左右。你应该也摆得下，我目前这个地方还挺大的。哎，要那个能源背景引线呢？我身上有一个，压个那个应该放在机器里吧，看看。你给我呗。等会儿。给你，你在哪？你放传送门门口，你自己。好了，这边这一排的这个矿机已经生成出来，反正这个基础材料都是不要能源，基础材料都是两个，应该是够用能源，应该感觉是够用，但是钛和硅我估计有点危险，钛和硅。发现那个你拿走两个，我跟你说家里就直接停摆了，家里当场停电。发电那个是万万不可拿，拿了就要暴毙。我给你拿两个试一下，我看会不会停电。我已经拿了两个，哎，没停啊，那电量这么匀，那你拿走吧。看现在电量盈余15000，你再拿一个估计毙了，再拿一个就毙了，再拿一个直接减一倍，直接击掉。现在我们储备要提升是什么？所有原矿的箱子你要改进的话就是放两个，比如说三楼跟一楼完全镜像，然后也是原材料都摆一点，就备的多一点。我烧的箱子哪去了？谁给我拆的？就孤、孤独造一点。今天别造了，今天再造他妈人要去世了呀！准备下来，总结一下明天干啥，展望一下。而且不知不觉内地改造指数已经264了，已经很高了。这个探测器怎么说？什么探测器？明天是来。全都放在明天了，你还要弄他妈这天亮了都要，马上就6点钟，那不要睡了，继续录到下午，人要死掉的呀，这个老道不行的，上班也不能这样呀，是996，不是那个呀，不是007呀，他的三楼反正是可以覆盖的，那就没问题，你就三楼再摆一排箱子，那些箱子你就平常不拿，平常自己手工的就摆到那个，然后你。三楼就摆那种就是自动生产线呗，就比如说三楼你中间就周围一圈摆的是箱子，然后呢中间摆那种自动的机器，然后都是设置无人机的去处理二级产品，对吧？有，对啊，是不是？甚至你三楼就放一些东西，就三楼就全自动产线，就是你拿的是就是二级的东西就可以了，就做二级的东西，比如说火箭发动机，就从第一步原料，然后做那个第二步。它这个垂直方向是无限距离的 ，loading 也可以包括。所以那没问题，那你就把这个最右边这一栋造得很高很高。但是我就跟你讲，这个东西你要规划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时间。也不用那么详细吧，绝对绝对就建箱子就可以了，上面建箱子就行。绝对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的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。地方无限其实就不用规划那么紧凑了，无所谓了。大不了无限搭，看吧。对，明天再说了，确实明天再说了。对，睡觉吧，好吧，挺累了，今天这一天下来挺累了，人要虚脱了都要，真的要虚脱了。六级背包，四级突变员，准备收工啦。动物收容所差不多，感觉明天应该。明天可通，我觉得可通。真的后面就是动物收容所的，没有大发展一波，然后明年主要是什么呢？第一是那些火箭是不需要再发了，接下来是干什么呢？就是把一些基础的搞一搞，然后什么的赚钱，放很多的隐性，保证每一台机器都有隐性，用隐性来再乘，就再乘倍数，那个乘的很厉害。明天就是五级加热，五级钻机，把加热钻机替换一下，然后对替换完之后，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，就是你要赚钱，就是造电池，批量生产电池。对啊，电池生产线搞出来。哎，电池生产线，你其他的都无所谓，手搓什么都没关系，忙一点无所谓的。电池生产线搞出来之后，你有无限的钱，无限的火箭架设，哎呦，这绝对就钱滚滚来，滚滚来之后收隐性，什么都有了，对不啦？就好了呀。你关键还是要赚钱呀，你光靠老道在那外面掏笔进来没用的呀。
现在电池是什么？两个铬能解决，黑曜石能解决，脉冲石。脉冲新石英是怎么做的来着？在哪里看？解决，刚说，费时恶一又甲烷罐，哎，简单，甚至比烟炉板还简单，简单，明天绝对就能现场拍，全部都能做。现在就恶费时一又这几个都要，这个三级采矿机要就摆足一点，甲烷罐我现在已经拍了五个了，明天再多拍一点，然后直接生产线量产新石英，对吧？新石英做出来之后，然后再加铬和黑曜石，黑曜石这一边其实也不用太多，然后就是铬。其实那边你这个不用算，就你三级矿场那边就尽量多拍，让它过量，里面塞住也没关系的，反正它又出一个矿石，大不了就飞机不飞，然后缺了它就自动补过来，所以不影响。所以那边先拍铬矿，把铬矿给它先生产三级生产线这个材料给它造出来，三级矿产材料多造一点。然后整个电池弄起来，全部无人机弄，然后电池生产出来直接往那个飞机里面塞，飞机然后自动充满起飞就完事了，然后一趟一格八十，直接就是好几千就完事了，就是不是？服务器开着没用，服务器开着到明天打开就通关了，就东西学界所来，这能开的？保存了，我退了，好吧？你们都好了吗？都可以了吗？都在家了吗？好了都可以了吗？粽子呢？我把蝴蝶放下。OK， 你放一下。原来粽子，我还以为粽子已经昏睡了，原来还在放蝴蝶啊，粽子啊。还在默默干活。明天是钱解决，然后后面其实就专注于一些昆虫动物了。怪不得这个生物是长这么快，粽子在狂放呢，都快解锁五级加热了。我说实话，这个游戏主要是我们以前幸福工厂玩过，对这些数值方面和这方面还比较了解啊。你一个人玩，我不知道玩到什么时候去了。这游戏一个月都有可能的，我估计一个月都有可能，一个月。太忙了。粽子好了，说一声啊，我再看一看。好啦，保存吧。好，保存。好了，退出。啊、哦，太累了。哎，睡觉下班。哎呦我的妈！直播时间14小时，好累些。我已经不认识 YY 这个界面了，我操。下来，你们都辛苦了。祝你们晚安。明天我大约我估计我自己应该是12点左右来，好吧，应该是12点、但是也不一定啊，有可能人会昏死过去，也有可能的，反正看情况，我预估应该是12点，好吧，白天12点 okay, okay, 你们起来就起不来嘛，反正我顶一顶也行的，好吧，就这样，拜拜、辛苦了兄弟们，拜拜我弄了13个小时，你们也弄了13个小时啊，真的，拜拜，身体健康，下来兄弟们，你们也早点睡，这游戏其实不是很好看的，主要是玩的人比较起劲，看起来的人也要睡着的，好吧，主要是上头了，这个坑也这挖出来了，主要这游戏是阿佑收的，阿佑不说这句话也不玩这个游戏了，今天可能6点钟就下播了，然后就早早躺在床上了，主要是阿佑收了这个游戏，坑既然挖了就把坑填满吧，反正也快填满了，一波猛冲，对吧，阿佑也没盯，我们这一波进度已经算很快了啊。那么主要是忙得要死，下了兄弟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不要像主播这样高强度玩游戏啊，不要熬夜，拜拜，祝你们天天开心，永远不死。我们明天啊，不是白天再见，拜拜。Trap still running on Christmas Day.